我这生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知道你那些琐事处理得怎么样了？您放心，全部都处理好了。我已经拿到了金矿开采权的批文，就差资金了。买了设备就可以开采。但以你目前的资金状况，我觉得并不适合参与啊。不如，你还是退出吧。别，唐少，你再给我些时间。 资金问题，我一定能解决的。这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知道我的原则。是，我们交情归交情，再商言商，我不可能再等下去了。我了解。这样，你再给我10日，10日之后，我肯定将资金筹到位。老爷，您在唐少这儿啊，让我好找。你来这儿做什么？ 我怕对唐少招待不周，来帮您照看照看呀。行，那就麻烦三姨太好好照看唐少了。嗯。二爷，您有何吩咐？让他向金爷借钱。 给他放高利贷，是。嗯，穆家这么大家业，我竟然连一块大洋从账上都拿不出来。没办法呀，穆家掌柜居然连和抵制，说死都不让动钱。反了，都给我反了！谁让老夫人临终之前下了命令，把很多权力都下放给了各个掌柜，还有您之前做的事情。 他们都不太信任您了，滚！给我滚出去！老爷，不就是需要钱吗？我知道哪里可以弄到钱。你能弄到什么钱？我好歹也是金爷的义妹，金爷主要的生意便是高利贷。金爷曾经勒索过我那么多钱。 我怎么可能再去找他？那是没有我这层关系，有我牵线搭桥，钱的事万无一失。别说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金爷打交道。这叶家大房的生意竟然如此萧条。是呀。 还不是叶家大少爷这个败家子儿没什么脑子，早些年略施小计，就让他把名下的生意都交了出来。如今他还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叶老爷的生意都抵出去了一半。这原本想着从叶家大房这边捞点油水，没想到竟然只是一个空壳子。这下怎么办呀？唐少给您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会再想其他办法的。听说。 顾老爷最近在频繁的接触唐少，我可不能让顾家白捡了这便宜。金爷怎么说？金爷说你借的金额太大，仅凭叶家那几个小生意做抵押远远不够，除非。 抵上穆家的家业，否则你从哪儿都不可能借来钱。可是穆家现在各掌柜对我严防死守，你动不了钱，不代表你不能把穆家产业地契那些东西拿出来做抵押呀。可瞒不了太久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偷梁换柱就是了。 我认识造假之人，太好了！三姨太是你的人吧？我就知道，瞒不过你。目前穆安城已经被逼进死胡同了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只要借了这笔高利贷。 他就永远还不清。我的资金。
全部到位。哼，穆兄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？我有门路。穆兄，这些钱不会不干净吧？绝对不会。青兰不是继承了家业吗？她全部都交给了我来处理，而且趁机还帮我拿下了不少大房的生意，所以我这资金暂时不会有问题。恭喜你啊，穆兄，看来叶家和穆家都被你收入囊中了，日后还要靠唐少带我一起发财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那我先走了。行。这穆安成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，他死都不会说是自己抵押了穆家和叶家的全部产业才换的高利贷。我们趁机收回这些产业。穆安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事儿？大呼小叫的。你把我哥的生意都给骗走了，你良心被狗吃了。什么叫骗？白纸黑字，你情我愿，公平交易。公平交易，我哥一分钱都没见着就把生意都给了你，不是骗是什么？你把我哥的生意还回来。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你别还把自己当什么叶家大小姐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姨太，是穆家人。以后若再敢在我面前撒泼，对你不客气。穆安成，既然你靠不住，我总得找棵更大的树。属于你。